副歌，对对对，就在副歌里掉的太多了。里面来，陈宇问你，什么东西？发过多少唱片？什么东西？你大把来，什么东西？装得很得体，在心里各种翻云覆雨，我知道你随时随地都可以。俊雅很厉害，这一首哦，他的话 KTV 要点的吧？要点，要点，要点。答对，等一下可以 solo 一下哦。可以哦。我想问，如果中文不会写，算答对吗？哦，是你写英文吗 ？OK， 你写英文好。你写注音啊，好啊。我现在在看那个你们那个字透过去是什么字？三，不可能偷看二，不是这一面。不可能直接这样作弊吧？两来，呀，叫甜蜜蜜。好。I'm not yours， 甜蜜也哎对，甜蜜也蛮游戏，甜蜜甜蜜蜜，好了，这串他对甜蜜蜜啦，好，空白，一二三四，这一题有四分，好吧，所以有四分，得分就四分哦，答对了有四分哦，甜蜜蜜就令的歌一起来演唱，来高俊雅 solo。你现在是开导唱，没关系，有导唱。来了。歌唱的甜蜜蜜 ，Baby it's a piece of cake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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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那我只会主歌，我发现。他用舞蹈来代替歌词的，以风以风可以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所以这题很薄，得分的拿到四分，其他人不扣分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还没完全离去，只是在等个结局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曼婷厉害，曼婷很厉害哦。齐威，齐威，齐威呢？加油啊，齐威啊，可以写一下吗？熟啊，猜猜看嘛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完全没有底啊！我知道了。邓伟琪啊，是的，是邓紫棋，是邓紫棋，邓紫棋，邓紫棋。好，三 ，OK， 二啊，是不是一？一起来演唱，你是否有超能力，说不算全部都不留痕迹，不可思议，哦，小满意的超能力，出来跳，出来跳，瞬间能够放破所有回忆，我讨厌你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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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我好像太阳月亮想念你，我讨厌你 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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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。来亮答案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后来才补上哦，超能力，哎，这空白了。哦，成语空白。好，所以这题有两分，这题有两分，哦，两分，没错，加两分哈。成语有来吗？好，参与一下嘛，成语。葛成语最厉害的是什么？葛成语最厉害的，对他的专长、异能界都没有施展。动感的歌，错，快歌。他最厉害是成语接力。破，不会要骂人吧？有，破，破釜沉舟，周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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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
写歌名，歌名，歌名，可以啦。哇，好唱，哎，唱就有歌名啦。这个送分了啦，是吗？啊，真的吗？好，你送分，送分，很鸟啊。鲁勒勒日斯伯日斯伯，嗯，我请大家看看左右邻居。日斯伯日斯伯，哦哦哦哦哦，小心！我是说看左右邻居的人，不是看他的答案哦。可以，就在你身边，不要乱看哦，哎，眼睛不能乱瞄哦，不要假装戴墨镜顾来看旁边，我没看到。我写完了，我写完了。喂，宝弟怎么戴起来？我写完了，哇，哎，他学爸爸这一招，哎，是啊，他那个高大哥哦，歌词不差，他已经戴墨镜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是他看歌词啊，没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一二三，亮堂。哦，梦婷 ，One two three go。所以你看爸爸走红的歌曲哦，至少有300首，很多很经典。他发过多少唱片？来，陈宇问你，什么东西？发过多少唱片？什么东西？你爸爸啦？什么东西？你那个表情，表情一脸疑惑，太惊恐了，一脸错愕，这样啊？什么？我替我姐道歉。不是，几张专辑你知道？他在平台的歌起码有300首以上，对，光几首歌就有好几百首，对。那专辑是一年一首嘛？几首？那我也不是一张十首啊，那起码有30张，不止。因为他出道一年一张，出道50年，还有精选什么的。哇，对，好了，这样子好吧？他总共出45张唱片，哇，他精选还有合集，一张10首。哇，450首，他几乎没有不红的歌，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榴莲，榴莲，榴莲，榴莲。后来大家都在吃榴莲，在中国大陆走红，也是靠着他这首歌。对，那个主唱叫谁？费翔吗？对，他送我一条短裤，我穿起来像7分裤的那种。怎么腿太长了？差这么多。哎，你这短裤很好，宪哥啊，这喜欢送给你。那短裤穿起来很帅嘛，腿又长嘛。对对对。哎，我一穿起来怎么变7分裤？刮头哎，刮头。哦，你看榴莲也是嘛，榴莲了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泡菜，这都是嘛。大眼睛什么？大眼睛，好吧。所以走红的歌，爸爸的走红的歌差不多300首。为什么我爸没出专辑啊？对呀。哎，等一下会有，等一下，我爸好像有出歌哎。有吗？但是我不会唱，对不起。那等一下有出就啦，哦 ，OK， 好。谁的爱像是你才懂懂？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孩子对于爸爸的歌，不见得是搞定的，不见得。等一下写歌词，会有星星出现。想通他早已经，你想通他。不要乱断句。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成长。再来，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为什么不说心里话？你深爱他，这是每。曼婷很像来参加全明星运动会，你怎么一直在运动？曼婷今天是要跳高吗？焦虑，曼婷怎么那么聪明呢？曼婷，我跟你讲啊，爸爸是厉害的演员，对，你有机会成为谐星。不要再犹豫了啦，直接来了啦，好不好？我改行，改行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样比较可爱。好了，切好没？好了，好，一二三，亮盘。来，唱出来我听听看。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字？所以你才让自己无法自拔。